叶太太，熊黛林小姐。叶太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先请这个媒体。对，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这也是第一次，就是以宣传电影的方式过到台湾来。之前一直就是来做活动啊，或者是拍戏之类的。所以这一次一来，一宣传电影就是我们已经破1.3亿了，是，所以就觉得哇。这台湾是我的福地，这样子一来就已经破1亿，破1.3亿这样子，好开心哦！是非常开心，要非常感谢。哎，我觉得加一点这个蛮有趣的，这样。就现在已经不怕剧透了，对不对？不怕剧透，全台湾已经有1.3亿的票房了，对对对，没问题的，OK 的。对，其实是一些不太开心，但是也是对于我来说是很珍贵的经验。就像是后半段，叶太太病的时候，病重的时候，慢慢有一个很，就是很健康、很美丽的太太，到慢慢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，我觉得因为这一段是我把我陪着我爸爸走完的最后那一段路的。经验还有脑海里面那些画面都呈现出来，然后做出来的是完全导演没有给什么意见的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这一些是对于我来说做的时候演的时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，但是也是一段非常宝贵的、很珍贵的，永远都会留在我脑海里面的记忆。其实很多台湾的。大家都说他在哄我而已，我会客气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很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到后来他剪完片又很喜欢，然后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得到一个导演的认可，自己已经非常的满足了。到现在有这么多观众入场去支持我们，这个事实也证明大家喜欢这个角色。我觉得。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已经是值得了，再累或者是再不舍得再辛苦，我觉得只要大家喜欢我就会很值得，是绝对会非常喜欢，是是是，因为内心的武打戏很不容易的那一场。我以为我看剧本的时候会觉得，因为剧本它不会有过招每一招怎么样的嘛，就很简单的轻描淡写，那我就会觉得哦，好像很好玩一样，然后他闪一闪，然后我躲一躲，就没事了。结果呢，我去到那里，我才知道，以前的电梯那么小哦。是的。我想站到4个人就已经很挤了，然后3个人，然后你知道那个人一来就是一脚伸出去。就是泰国选手。对，那泰国选手。凶的要杀人的感觉。对啊，他一进来把鞋子一丢，然后就开始踢腿了，哎，然后一个脚丫就过来了。脚丫就过去了。对呀，然后就闪一闪，然后子丹就在前面，因为子丹要跟他过招，然后还要挡住我，对，要保护我，然后把我推来推去，然后你知道没有练过武功的人，真的是比较迟钝的，然后在那里晃，然后很多次都差点打到我，但还好子丹把我保护住了，但是终于到了后面，有一下。就是有一下那个拳手要打他的时候，他一让，然后我躲慢了，他就真的打到我下巴，打过去。丹哥就为求自保，然后让你的下巴是刮彩的。他已经把我往旁边推了，结果他一推了我的腰，然后我的头还在这里。我看到他肿肿的，其实我挺难受的，就是我感觉挺心疼的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他们要继续拍。然后叶问三他又受伤了。他的鼻子被打肿了，是那个用那个白斩刀的刀被砍下去的。哇！对，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敬业，他砍完以后第二天继续拍，还在发炎呢。我过了几天回去看的时候，他还在那里红红肿肿的，他依然在那里拍，所以非常的敬业。还有我觉得他最有魅力的就是他很强的气场。对，因为很多人会问，就是你老婆高你那么多，对，最好身高差，会，你不觉得难受吗？他会觉得为什么？就有的人还会问我，还说你觉得导演为什么要找你？你比叶问高那么多，然后不会觉得他的气场会压下去吗？但是我觉得男人的气场不在于身高，而在于他的自信跟风度。那子丹。
因为他平时习惯了嘛，他老婆跟我差不多了。很习惯，其实要这样看对方很习惯哦。对，他老婆，因为我们很熟嘛，他老婆跟我差不了很多，而且很喜欢穿高跟鞋。我觉得女生要漂亮嘛，对，老婆越漂亮，那老公就越开心。对。所以丹哥私底下我们跟讨论到这个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根本就是很平常的事情。他根本不在乎，我心最强，对呀、啊，最高，因为。我觉得一个大师，他不是说在于凭身边的人一定要比你矮多少，或者是比你怎么样，你自己要有那种气势去压倒对方。没错。然后你广东话出来了。你来有人会说广东话的，来啦。对。然后我觉得你自己的气场上去了，才能显示出你是一代宗师。如果你每一次都需要别人的衬托，才能体现出你的伟大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人，我想他应该也不会，就是高到哪里去。说的真好。所以最后一点时间，好好的跟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的宣传，以及告诉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说，叶问三非看不可的理由有哪些？来，一分钟，慢慢讲，应该有感。叶问三非看不可。是。我们算是，五年磨一剑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五年的所有人的努力的心血，也是我们沉淀了这么多年。拿出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的结果来给大家看，而且真的，我觉得从武打方面，子丹是真的太棒了，打得太漂亮了，还有拳王泰森也非常的棒，还有张晋也非常的帅气打的，然后还有全代理演的也很不错，好棒，最棒就是你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，如果可以再继续拍下去的话，那希望我们还有其他角色可以做吧。前传。对，然后需要大家多多的支持，给我们鼓励，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去拍更多更好的电影给大家看。是，各位。